欢迎收看《我不磕男女频道》，今天要去玩手游 FIFA， 我要活下去。好的，今天要来玩一下一个我抽到永久的涂装，就是 NPC 的地语那个涂装，那个字一个金一个泰啊，我之前都以为它叫泰语，其实后来它其实这个名字这个字叫地。好，来吧，我们开始吧。这场呢，我们直接降落啊，哇，直接降落，直接杀一波吧。这边，好，可以。Let's go！ 我现在把那个这个标的点是让我知道说飞机飞的方向啊，这样我就知道敌人是大概会在哪个左右方向，因为通常大家都会在这个飞机的直线的左右边，因为最远端的话其实要开车或跑很久才到得了。还有两个敌人，两只鬼，两只鬼飞过去了。我先赶快找武器。哦，这一区只有两个，是不是？目前看是两个，其他个我不知道在哪里。哦，降落 MP40， 碎啦。好，很好，两把 MP40 哎、欸，两把 MP40。前面，好，这个就是涂装。我看他点在哪，没有步枪，前面开战，哇，损十滴而已，这距离太远，不要让他补血，不要让他补血，抓抓抓，现在200 MC 好帅哦、喔，欸，人呢？躲猫猫是不是？躲猫猫是不是？阿姨，兄弟，去哪里啊？那个转圈圈欸，哇塞，我看到那空拳流，哇，做什么啊？空拳流是不是？欸，还有人哦。OK， 收掉，没子弹了，刚好没子弹了，补一下，补一下。好，他的子弹直接给我帮我补完。好，我现在拿这个 MP40 就是那个地狱啊的涂装，我们先收点东西。护甲升级箱，也、欸、都没有敌人欸，敌人不知道去哪里了。我都已经从那个发电厂收到这边来了，没有看到人。空投车，快卡开一下哦，很久没开这台车了。然后他这个涂装枪的部分，这个地狱涂装枪我超永久啊，可他这把其实还好，因为他是加子弹数射程降低一格啊，子弹数增加两格，这子弹比较多啊。可是他没有办法像机甲冲锋好用，机甲冲锋我抽不到永久的，太难抽了。雅士好像那时候我问他，他抽机甲冲锋抽了4000多钻才抽到，所以呢就是这样。哎、欸、呦，敌人前面有一个，找不到敌人直接开车来找比较快啊。哇，撞不到，他进去了，拜拜。又有车子，哇哇，打我车屁屁啊，跑车。跑车开过去了，跑车要跟我一起围剿他吗？我看他会出来追我，先绕一个大圈。其实我个人还是蛮喜欢开车啊，因为就是 FIFA 的车太好开了，开起来很舒服啊。其他游戏的车真的不太好开。诶、欸，没看到他，算了，走吧。那边他应该躲着就不出来了，我们去骚扰其他玩家。我都走观众场都拿不到怪卡，所以平常经典模式可以拿到怪卡，我都一定会开啊。怪卡开起来很舒服。敌人左边，抓一波，看到凝胶了，我看他，看会偷偷的撞飞他。哎，哇，别走，可恶，来不及。哇塞，打不到，哎，打到了，我又回来了，拜拜。我又回来了，绕一圈又回来了。哇，大哥，我刚才想说我要走左边右边，就后来直接撞上。哎、欸，又有敌人，耶、欸，撞不到，撞不到。他刚我要跳窗，应该就撞得到了。他直线冲刺啊！等一下，我们绕一圈。好，先把这标拿掉，这标有点影响到我的看地图了。我那个尸体包我不知道能不能捡，没机会捡了。哇，都在毒圈里面了。但这敌人还在吗？
躲房子了吧？哇，有，术后，骚扰一波，骚扰一波，哇塞，糟了，我要撞他，哇，这个躲比较轻啊，撞不到，他躲术后很轻，我吃快爆，完蛋了，嗨，喂，差一点点，不行了，我架，快，绕路。希望他不知道我在这边。欸，他发现我了。OK， 收掉。不好意思啊，抬枪爆头。哇，东西很多，不错，我喜欢。看一下哦，还有什么可以拿的？我刚撞飞一个急杀术，没有送我的、欸，可恶，被毒圈吃掉了。明明就是我收掉的。欸，我捡到手枪了，丢掉。啊，毒圈来了。他东西很多欸，没办法好好品尝了。欸，左边有颗香菇，我家阿才告诉我一个香菇啊，先补一下好了，不然等一下看到顶我会直接死啊。这香菇还是要吃啊，不无小补。下面欸，碎哦，可以飞工厂，工厂好像要毒物欸，那等一下应该安全了，你先飞工厂好了。直接飞过去，他家工厂在毒物中，所以应该没有什么人，应该是没有人啊，是毒物欸，我直接飞过去吧。我看一下哦，还是要确认一下，有时候工厂上面会还是有可能会躲人，所以我要小心一点。只是刚好有毒物，应该是有的话，应该也是 吃毒吧。刚才圈全部笼罩、啊。好，我们可以飞了，重新开始飞 ，Go！ 欸，怎么又空袭？同个地方，这么夸张，两次欸，有这种事情？应该炸不到吧？我也很担心欸，不会，应该炸不到我，可恶！又空袭欸，刚刚不是在结束吗？刚刚毒物而已吗？还是空袭结束？欸，天，下面有一个，还收他，嗨！哎、欸，挥刀啊！残血，直接收掉你！哇！喂！直接收掉你！哇！喂！什么鬼？我就这样被炸死了。太夸张了，我讨厌这个。哇，欸，这个空袭真的很烦。我跟你们讲，我中空袭的几率真的非常高。我基本上只要在空袭里面都会被炸。刚刚我看那个爆炸波在前面，我想说应该炸不到，竟然我还是被炸到了、欸。太绝望了啦。不过我觉得这样死还蛮帅的、啊、超帅的死法、啊。应该是算蛮帅一波，我收掉那个敌人，结果忽然间爆炸就死掉了。所以我怀疑对方使用爆破 bug 击杀我，哇！我上一次也是打的，我觉得那一场打蛮顺的，就那个空袭来不闪就死了。好，给大家看一下那个我刚才讲的地狱的涂装，这个字我真的原本以为要叫探狱，就是地狱。它这款是我冲到永久啊，唯一冲到永久，其他都没冲到永久的。它主要来讲就是子弹比较多啊，射程降低，所以没有别把枪了。然后现在钻石太少，所以呢就先猛用一下。好啦，今天的游戏就先玩到这边啊，无情的被空袭给收掉了，所以大家看到空袭还是要躲啊，他真的是会炸到人的。好的，那如果大家有跟我一样的状况，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说你怎么被炸死的。那我们今天游戏玩到这边，如果大家喜欢哪天影片，有帮我喜欢可以持续我打开通知铃铛，把我影片放出去给你的朋友，后面有一句叫 FIFA 攻略情报，记得订阅主频道副频道跟玩具频道，谢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个游戏见咯，拜拜。